我要跟着买瓶血。打一把剑姬。走，你看 ，Go Go Go！ 下路在这里啊，对。我就打的时候啊，前十分钟不卡，十分钟以后就开始卡，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奇怪。我需要去挂，现在就挂身上吗？对呀、啊，你现在挂身上，挂他身上。是大猫咪。虚空之女。是谁啊？你快跟我说一下那个 AD 是谁 ？AD 是他吗 ？AD 他应该是。是他吗？不是 AD 吧？这个是 AD， 这个才是 AD， 他是打野。那我怎么上不了？乌迪尔叫打剑姬，乌迪尔赢不了。你确定？想赢？对啊。嗯。那是吧？就得打剑姬好打的。就EV是你。天赋不行吗？他不会带天赋，所以不行也行。什么？他们这里天赋没带的不好。天赋是什么？点燃加虚弱吗？这个是不是天赋？不是点燃加虚弱，是需要一个点的一个天赋。哦，亮点一下，亮点一下。AD 慌了。大球就来了吗？没事，我挂了之后。AD 肯定很慌。我们要在十分钟之前将他杀崩，否则十分钟以后我开始卡了，就该他发力了，知道吧？但是我给你们解说了。是一个新手，对面打野会住在下路吗？希望不要住在下路吧，常住下路的话不行。加血！ADC 说美滋滋ADC 说美滋滋，你的虚弱应该要交给 ADC 呀、啊、虚弱 FF 交给了 ADC、哎、ADC 不是美滋滋， ADC 脑淤血了。我该怎么办？我现在现在出呗，出香炉嘛，现在出呗。我肯定要被 AD 骂了。你跟他说卡了，就不会了。你就跟他说卡了就可以了。你说，我说我是新手。不，你不能说是新手，你一定得说卡了。哦。你说你是。对，你就打两个字，你说卡了，他就不会说卡了。然后。好心虚啊！我的天！哎，他这个虚弱是要点的，然后你要点，然后点给对方，不是点给队友，嗯，是点给对面的 ADC。一般虚弱是跟就是谁的输出比较高就点谁。就我现在可以点给他吗？现在不给，就他们打架的时候给。嗯。天啊，我感觉我在现场教他。对，都教我。我们这现场讲课，教学老师。对，现场讲课。对，现场教学。现在给吗？现在不给，还没打架呀。那要给的话，你给我讲一下。这是补兵队是吧、嗯？然后你可以去插眼，四安四。走过去，你要上来吗？你可以下来，把眼做好。哎，等一下，不卡，不卡。
只要这个聘不动就不卡，如果聘动了就是卡，知道吧？我上把你们注意看，69到73，啊，就是来回跳，来回跳，来回跳，现在一直都是59、60，根本不动的话就不会卡，除非它动的幅度很大，它就会卡。来想搜一下，现在不给虚弱，你要给他哟，虚弱，你点颜控，哎，你给错了，你给辅助了，他才是 ADC， 他对不对？哎，对面 ADC 直接你给他，纯子你会下棋吧？会啊，下棋还蛮厉害的，也不是蛮厉害。那你挺厉害呀、啊，我发现你连英雄技能你都不知道，你会下棋？你知道纯子下棋？我最开始下的就是我入门的就是下棋，那挺厉害的。点燃可以交给你，随便交一个吧。点燃对上一个再说，不然你也来不及，感觉。累呀、啊！没蓝了，我是不是要走回去了？我回去一波呗。来个三下。对，纯粹是新手，他打这个游戏是新手，所以你们要理解一下。我在这插眼。现在可以回家了，连 EDC 都回家了，跟着他一起回家。是不是都在说我很菜？点红，慢慢来哈。这剑姬真好干呢。我跟他打了5波，他输了5波，还跟我打，真是个好干的选手啊！这就是他们的本事。射线去插眼，按4，然后他点草丛，对，就这样。三下1130，我到了，哇，还可以。不是打的水友赛，不是，是排位。今天跟蓝烈汉在一起打排位，哪里是水友赛？今天的橙子在 cos， 但现在他把 cos 衣服已经脱了的，换下去了。坚持住啊！我马上就来。全部给你发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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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真的是挂件了，配饰值钱了，嗯。
他拿了我700。我为什么要放眼？习惯了。摄像头，摄像头等会儿容易少。这属于个人习惯。哦，行行行，一会儿这波之前还可以。他们说那挡到了都有一个图标了。都有一个图标挡脸了是吧？不知道，应该是。要 Q 啊？哦，对对对对，挡脸。要 Q 吗？好，我会 Q 的。你要什么压力？我觉得这个球太吓人了。都是你在跑，是没谁在跑。哦，对。哎，我有大了。你压什么呀？对哦，我不需要跑了，只要我的 AD 还活着，我就在。哎，我要 Q 你。耶、yeah。对，你要 Q 他，然后虚弱给他，虚弱给他，虚弱虚弱，点人虚弱全部给 AD， 对对对，点虚弱，对，这样才行。嗯因为我觉得我要死了，我就要赶紧跑一波。跑跑跑！你的血瓶怎么没用啊？从出门到现在都没用。血瓶怎么用啊？我直接跑那么远，让你跑回塔就行了。啊，你要打他呀，不然他自己打不跑。好，现在可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对，你小兵出来了。还跟我拼？小兵，这个一血塔我要了。那你下次进的时间会太大，要早给挨。我是纯子的闺蜜。是闺蜜出事吗？出事。什么？我的 AD 在孤军奋战，我要去当他的挂件了。他说让你就狂加血狂爱你。好，没问题。我来波中路，看看这阿卡丽能不能杀一手。加血，现在怎么吃自己的血药？你现在。先吃不了，你要不要挂在他身上再吃？塔皮可以吃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现在可以给 AD 虚弱了，现在不给呀。现在他们没打上，没给上。他们没有打就，然后如果他们打起来了，就要给。加血。对，你只要有控制技能，你就给 AD 加。我没法了耶。那就等难呗，你等着呢。这什么？你不要挂，一直挂在他身上啊。还打？对啊，你不要一直挂。还打。没了，你不挂他身上就不知道怎么办。我的棍子，对啊，猛不猛？回家吧。完了！干嘛？这是干嘛？你就在人身上别下来呀，你就直接不用下来就可以。他直接日卡过来打，太恐怖了吧！来，上我身。等你活啊！对，其实你在治疗比较虚弱一些。来，上！刚我让你在治疗，上，让你看看什么叫老司机。主要是你不会用啊，你就给他加血就行，就直接给猴哥加血，然后看着他们血就加。你别的不用按，就按个 E 跟 R 就行了。对，有 DF 能按就按一下子，不按按不了就拉倒。OK， 我带你去中路发一波车，走。
几个人？好好加血 ，nice。对对对，留给他加就行了。好加血，好加血。经验太少了，没关系。那个 D 跟 F 有的时候也摁一摁也行。好。来吧，上车。来了，我知道。感觉你打这个就，你可以学简单一点的英雄。这英雄还是需要一点技术。啊，猫咪还需要技术啊？因为你根本你不会下来，你也不会放那个如何？猫咪需要唱歌的技术，唱首歌也行。我以为猫咪是最简单的。一摁一摁一，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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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完了。你可以大给他看。然后 F 你不用点到这儿，直接点 F 就行。哎呀，差一点，可以。哎，我怎么不当了？快快快快，快上上队友，上队友！哎呀，你要去？没事，有队友，有队友，问题不大。自己什么时候落单都不知道。我要是死了，你就上队友。我就跳车，啊、对你就跳车就行了。你要买东西啊，现在买东西。这人太多了。买这个。持续治疗。哎，这张好像是。你杀了一个人，你知道吗？是吗？对啊。扣死了一个，可以。然后你死了三次。上！死了三次。在哪里？你在家呢？这儿。哎开小地图了，天哪！我这是搁这带孩子呢，我这一看呢，带孩子都没有那么不容易。你给他回。Q 吗？这 ADC 这 ADC 跟我冲啊 ADC 给他一快给他一不用点这个直接给他一不用可以我死不了没事行啊我们家这 ADC 搁后边打的真爽啊我这一看剑筋儿起来了，剑筋儿五六幺了。这英雄可容易起来了，这个英雄就是很容易起来，特别容易混。我可以要个红不？你现在下不用下来吧？直接可以加，就跟他一起。你不要跟他打。你回家，就回家，回家跟队友客气一点啊、哦！那蓝枪给我来了一句可以，可以，上来，上车发车，我们继续。没有，这个还差一些。大哥，你随便。什么叫副 Q 啊？
来把他剑接着给他刷。是一个主什么技能，然后副什么技能？你现在是主一嘛？你现在这个是？对。哇，950，来，咱打大龙。你刚不该给他。没有个剑接着，就随便打。你买个金器也没用过的。点一下他就可以。这个，你不要点，你不要点。你要死的时候再打。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啊，我就一个字儿，我说开，你就滚键盘，你知道吧？你就 QW 加 GM 随便按，完了我闪现按了，我操！你就随便按，对，每一个按一遍。OK OK。我们就制定一个暗号，我说开，哎，你就按就行了。好。80块钱，这不是面膜，这是面摊摊他 cos 的一个人物。啊，打 W 不用按啊 ，W 摁了就下车了，这不行。Q E R D F， 每个按一遍。让你哦，按这几个 Q E R D F， 你不用点这个屏幕，你直接放给那个人按 D 就按 F 就放上去了。可以打这。这下路啊，来，往下走。完了，剑圣死了。他一，我有血手，没事，随便打死一个就行，打死一个就全死。D F， 你在哪儿哦？对。哎，好 Q！ 一给他一，进步的很快。啊，进步的很快，可以这个 Q，Q 已经会放了。不是表扬，表扬一下。装备随便按两个，哎呀，这他那顶上写的什么治疗克星，总体不错，他随便按就行。他脸上是今天 cos 的一个人物化的妆，然后他把衣服已经换了，已经 cos 结束了。大家记得去买皎月的女帝系列新皮肤。现在只有脸上还有一点痕迹。以那个游戏里的皮肤为准啊，大家不用看我 cos 的，不要因为我的 cos 影响了人家皎月的口碑。我今天的那个风格就很女帝。萨马特女团没团一波中吧，要冲了吗？没冲的啊，俺俩冲可能会死，不一定能打得过。我们可以把这上路这个给他冲了。好，这
这人很狂啊！来，我顺势推一波上路。魂到现在一直没有用过，什么祖传的什么血瓶啊？你买的血瓶你没用过，你知道吗？啊，哪里是血瓶？这个吗？第三，这儿，这个，这个，对，这个生命线。他一直在身上不下来，他也不掉血。对呀、啊，我都没有掉血，所以不用吃。你都没有掉血，你都死了七八刀了。我要么直接死了，我要么就满血，根本就不给我嗑药的机会。那你都不下来，怎么喝药？哎。可以哎，我是开发开发。DF，DF，是个 DF。哎 ，DF，DF。上上上上队友身，上队友身 ，N W。DF。哎呀哎呀。DF， 怎么还没上上去？哎呀，我上不上去了？没有上，我上。你的技能都还在了，上了。没有啊，我刚才上谁身上了吗？我看到阿卡丽，阿卡丽魔法伤害有点痛。哎，我为什么买不了？可能买不了，因为你装备满了。啊，满了，那就把血瓶卖了，血瓶卖了吧，因为反正你也不用。对，然后点这个，点这个，然后再买。等级太低，对你还好，他们都说好着急，对我也很着急。没事，这真是专业的戒网瘾。对呀、啊，没关系啊，你们听。完了，剑圣送了，剑圣。哎，这是什么？为什么他大龙被他们抢了？现在快血真的吗？哈哈。哇！我上了，打不过呀！那么远怎么挂得上？隔那么远，隔了一个屏幕了，你怎么挂？哎，我的弟弟，你别走啊！算追上了，急死人的挂件真的是。其实你的这个秒表和这个眼也可以卖的，你也不用。这样吧，你待会儿帮我用好不好？我怎么帮你用？那你帮我摁就好啦。我帮你摁一摁。对呀、啊、对呀、啊，你帮我摁吧。好的好的，我谢谢帮你摁这个秒表。对对对。哎，我要过去了。守一波吧，对面有龙棒，不一定能打得过。我不是技术指导，我是因为他一点也不会，因为他看不下去了，他一点也不会，他是，虽然我也不是很会。玩一波吧。那记得帮我摁。刚刚用了 cos 那个。皎月女帝系列的，只不过那个头套太紧了，然后把它拆了。需要在这里放个，就是插个那个什么？嗯。四打四能不能打得过呀？我都不太清楚能不能打得过呀？现在呀、啊，我来了，离你很远呢，你可以全部把你的快点用了。现在你看不了这个人吗？啊？怎么下车了呢？他下车去插眼，他也不看旁边有人来，直接去插眼。他们怎么追不上你了？他就在你旁边，好吗？你没看小视频吗？以前这过的车他就在你旁边。这人也太多了。迷路了，对，他在迷路。行了，
干不过呀。左没左？差一点。哎，换了还行。春哥没了，换一个黑靴吧。没有，现在他是学习阶段嘛，如果以后很厉害的呢，说不定对吧？谁搞的 like 了？怎么蓝枪搞的 like 了？你去哪里啊？现在。他们都让你把表卖了，然后把那个这个吗？你已经卖了，你也不，你现在点什么？点了就晋升了，可以卖了。你反正是点的，点一下这个出售，好。反正你也卖了。我觉得我的 AD 好像很嫌弃我。你才是他。他都不走路。还是要去连着他。来，我买个药啊，然后你一会儿上我身，我们打个远古龙。好。虚弱点燃，虚弱 D D F D F D F。哎呀哎呀，按 D 按 F。走。好，还是没。嗯。好。现在可以啊，现在 D F 啊。摁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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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好忙啊！现在你不用鼠标点技能，你不用用鼠标，直接给它放就行。你要习惯直接放。拿下！耶、yeah ，他是不是给了我一个？可以一波呀、啊，这可以一波。鼓励的表情。拿下，不知道，还是系统自动的。因为你会放 BF 了。我们的 AD 感到很欣慰。这波我们零换五。对，他们都说你可以，这波可以。来的可以。他直接把 BF 都上上去。因为靠近他的人，只要就打起来了，他打不过就打吧，没事，拿下。真的，哎，他们排位首胜，大家开箱庆祝一下。要不我开个皇帝吧，庆祝一下。